您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希望对方可以和我一起练吐字六字诀。六字诀是什么诀？六字诀它是一种调动我们身体的一种吐气法，现在是年轻人练的特别多。你确定现在年轻人练的特别多吗？我确定。练过的年轻人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他没有，一个人没有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遍吧。有想过来跟我一起学习的女嘉宾吗？有请11号女生跟我一起来练一下。你指的像是？我是13号。好，13号女生。你来，你来的。首先，我们先双脚分开，与肩平行，身体放松，自然下垂，双膝先微屈。然后我们吐字六字诀呢，一共是6个字。首先来第一个字哈，虚呼喝气吹吸。其实喊这个话也特别调整你的呼吸嘛，喊完6遍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，再喊另一个字。啊，我以为就跟着呼，就跟着吸就好了。那不能不能。谢谢啊，郑琪。男嘉宾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六字诀我是没有听过，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当代年轻人养生法。晚上吃完夜宵夜跑，吃辣的餐厅一定要点上一杯鸡汤。喝酸奶一定要喝红枣味的，相当于补血。没错，那个养生锻炼首先是要有一颗心，我们心到了，身体才能到。我支持你，谢谢。你的第二个问题，